你好，欢迎来到优你的花园。我在这里和你分享简单生活与个人成长。那今天的视频呢，我们一起来用 iPad 画画吧。我从小就很喜欢画画，小时候呢学过国画，然后来了芬兰以后呢，在业余时间也学习了一些。水彩画呀，水粉画，然后也去上过一些人体写生，以及在大自然里面写生的课。后面呢，也去学过用丙烯画画，然后油画。我曾经想过做个职业画家，但后来呢，还是因为生活所迫，决定去创业开公司。那去年疫情以后呢，我把我的公司卖掉了，所以呢，后面又有时间开始画画了。然后最近呢，我开始学习用 iPad，上面有这个软件叫做 Procreate 哈。现在我开始学习呢，用它来画画，非常的有趣。所以呢，现在我想和你一起来分享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画一张你好11月的插画，来记录一下北欧美丽的秋天。看到最后的小伙伴会有惊喜哦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看到这里的小伙伴都是真爱啦，那作为小惊喜呢，我打算把这幅画送给你，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作为电脑、手机或者是 iPad 的桌面，也可以呢打印下来挂在墙上。你可以去我的网站下载这个图片，我会把链接呢放在这里，以及呢下面的信息栏。我第一次录画画的视频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希望你可以点赞、订阅支持一下。如果你有任何关于画画的想法或问题，都欢迎你留言给我哦。无论你在哪里，祝愿你度过简单美好的一天。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Okay, so when it's auto, then it goes to video also, and then you can take photo.